这个屏幕啊，看看啊。评级高的人也别骄傲，然后评级低的人也不气馁，这只代表暂时当下的一个状况，都有逆风翻盘的一个机会。然后我来公布一下第二阶段的规则啊。由于本阶段市场制片人的加入，也给我们带来了真实的片约，你们所拍的影视片段将作为给到制片人的试戏片段，所以没有拿到角色的议员们，你们可能会失去被制片人看中的机会，也意味着将有淘汰产生。优萃有机无限超越，接下来进入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，未来无限超越时刻。本阶段我们将开始第一个正式项目的考核，我们直接去片场，然后在那里公布试戏的片段。竞争非常残酷，希望你们这次能够打起12分的精神来对待这次的比赛啊！好，大家加油！好的。哇！哇！这棚子是干啥的？哇！哎，又见面呢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Hello. 好，我们呢这个阶段的正式项目呢分为两个类型片，每个类型片呢都会有三个试戏的片段呈现。首先，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来悬疑剧都是非常非常的火爆，那么给你们第一个正式的项目的考核就是悬疑剧。喜欢演悬疑剧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，希望大家注意就是表演的层次。现在我们的考核剧本和搭档其实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。本次考核我们将在19位议员中选出3名男主角和3名女主角以及若干配角来参演漫长的季节的3个翻拍片段。本阶段影视化的拍摄时间是有限的，所以需要大家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呈现最极致的演技，请各组领取考核剧本后在6小时内进行排练，排练完成即可拍亮各自排练室里的红灯，进入考核区进行考核。6名主角将在考核通过的小组内产生。实在真剧组当中拍片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基本上要演员排2次就得能演哈，所以这样的情况呢，演员要更专业更准确的去表演。哦，我们还得快速的排完，还得抢时间。对，还要快。哎呦，现场现吃。对。所以就是谁先准备好，就谁马上来演出。那我们争取时间，快点准备。好，好，来呗，这段吧。快走，走。Go。6。我们是片段几啊？7。片段5在哪？这是8、7、2、3，在后面。悬疑类型姐弟恋这个怎么演啊？他台词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情绪的啊，没有台词，手语。角色本来先到先得嘛，那我们要趁这个刺激还在的时候要去见老师。我八岁，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就是想要你的全部。我们整个戏要不就是你死，要不就是我活。我只换来了7遍，这是他罪有应得。我求从。从下午被打到了晚上。我们这一组就是4个字形容，大喜大悲。先保着整个这个作品展现出来是导师们能喜欢的，至于说谁能留下来，那就各安天命。第一轮抢灯现在开始。什么？第一轮抢灯现在开始。再顺一秒。我再顺一秒。好，非常复杂，我们这个很复杂。来 ，OK。那我们按了啊。好了吧 ，OK， 加油来嘞！第一组面试议员高海。
电视剧演高海。什么？海玲姐先去了。哦。咱俩这个不是急的活，咱俩别着急，对，咱俩不要被这些影响。加油哈！加油，没问题啊。早点早收工哈。对，反正你都排好了，有信心了就去，就不要一直拖，越拖越没信心。还是你有经验啊。但是别乱啊。别乱。来放心，不会。别乱。我觉得。你很喜欢到时候看呢、欸，因为其实有些时候你知道吗？就有感觉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。我懂，就是你不可能强行给他扭过来，然后去做。但是感觉还是可以 control 的，就是演技就是要有 control。哦。没有到出神入化嘛，就是这个演技，所以不能太玩。对。他在演戏的时候喜欢每一次都换一个道具，他好像觉得说哦，到时候感受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但就有点感觉我控制不了。我想问你们排这个戏是跟着那个剧本来排，还是有参考的片段去排呢？我们是有根据剧本来排，因为剧本其实很详细，它都括号括了你的动作，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在想说可以改吗？但是毕竟是演员要跟剧本走，所以我们就尽量跟着剧本上面的一些台词去走。那至于语气各方面，其实就是个人感受了，就没有说参考任何人的演技。对。那么位置呢？哦，走位调度有一点迁就，就是譬如说他要甩我进去啊或干嘛，那些都有。是你们自己排的是吧？对，有自己排，有自己排。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会坐在这里的？知道，我有点背了，对吗？你没有背，你还好，他一直在背。继承，我根本完全没有看到你的脸。整个戏，你怎么演，我不要管，我只想知道他在哪。你们只关注到你们自己的戏，前面你怎么样去摸他啊，怎么样去跟他调情，我完全看不到你的表现，你是怎么样一个渣男，我完全看不到。实在你有一些戏，我觉得你可以站起来，根本就跟他两个站起来演。周润发就以前就很擅长这种半调情的戏，他的走位很准的。就我顺着说，就你的声量没有。因为可能你也没有经验，如果像这种类型的表演有点像舞台剧的话，你声量要出来，你现在变得全部都耳语了。凭我有一个有手段有能力抽500级的律师。我刚刚也大部分你的词我听不到。其实我特别想说，纪凌尘，你上了快半年的台词课，你在上什么？我们的声场一定是根据这个环境而来的呀。就是你不感受这个环境，你当然